靓仔，记住这五个低杆小技巧，打台球受用一生。打在白球一半以下的位置就叫做低杆，能让白球产生向后的旋转。技巧一，目标球距离较远，角度比较大，正常击打的话很难将白球停在这个区域，击打黑球难度大。此时可以用低杆减速的杆法，出杆时要做到短而干脆，白球就会产生减速刹车的效果。打进目标球后就能顺利的叫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二，遇到较远的直线球，打中杆的位置，想要停稳白球需要用很大的力，对于新手来说力量大就容易停不住白球，此时只需要用小力量打低杆点位，出杆尽量平顺，就能轻轻松松停住白球，拿下这局。技巧三，遇到带口球，想要走位上方底库的黑球，打高杆是很难走位的，因为白球撞库后会产生吸库的效果，上不去。这种情况需要用低杆瞄准目标球一半的位置，就可以加快白球撞库后离开的速度，跑到上方叫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四，遇到目标球被障碍球挡住，但是两颗球相贴，对向带口，正常击打是打不进黑球的，只要用低杆击打，由于齿轮效应就会让黑球带上向前的旋转，顺利打进。技巧五，遇到这种球型想要走位黑球，正常的走位线路会碰到障碍球，此时可以先稍稍抬高杆尾去打低杆，白球就会跳过障碍球，再产生低杆效果，走到黑球的位置。下课。